都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汉伟都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讲完了。我觉得明顺在他这一次的表演里面，我有看，我觉得他真的其实是让人觉得你感同身受他当下的情形，他整个人物能带动你进入他的情绪里。我有，你没有看要把我是把人带进去，喜剧很难演的哈。那那那这叫我会听发声，不是讲的是你对所谓吗？你烦什么？没事，这样开玩笑，别乱说。看你怎么讲。但至于讲对手的话，我觉得说每一个人表演方面呢，都是九十多分。我跟真的就有合作过，那态度的话就也是九十多分了。哎呀，前面全部删掉，现在重点现在。就是不管怎么讲，所以还是我们就转化一下话题在里面。哎我觉得五个人的话，今年真的，因为我看过他们的一些表演，雅慧我跟大家幺幺八看过他表演，辉玉不用讲，因为我跟他合作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的表现的。然后瑞恩 OK 的，他的戏也 OK， 然后欧轩也一直在进步，而且一步比一步好。还有慧琳是不用说了，这么多年来都是那么讨喜、那么可爱的。五个都有机会了，真的占到10%，拍不到。